看龙龙的好朋友上咱家玩去了。龙龙好朋友叫啥名字啊？搁楼下玩，然后跑到楼上去了，直接开门进去了。哈哈哈，爸爸给我拍了。开心不？开心。哎呦我妈，你俩玩去啊。会了吗？这个我没会。那你这上面的飞机呢？上面的飞机已经丢了。哦。丢了。上真的好笑哦！我要玩这个。啊，对，你们两个小朋友在一起玩乐意呢。是吧？嗯。请尝尝这橘子没有？妈妈切橘子好了。你拔吧，你拔，你俩吃、嗯、啊。那不用，那不用。那爸爸找找。啊？我头大，但是不适合我。但我不错，我们还是。哎，那小人呢？小人哪去了？小人去找了。哎哎，找了。一个，没动呢。咦、哎，他怎么放来的？这样吗？不是，对了。哎，这样啊。好啊，你真准。那个什么，马王爷消防车。还给小朋友，还给好朋友拍照，来耶一下，太搞笑了，名字啊，耶，笑一个，哎，好，拍的好了，你俩合影。啥都搬出来，哎呦我妈呀！来去啊！玩会就想回家了，不平，今天搁这睡吧，可以不？搁这跟龙吃饭，跟龙睡觉，可以不？不行，我要姥姥，要不然就让姥姥上来呀。姥姥也不上来。他还没下，还没回家，你看。收拾玩具吧，朋友走了，赶紧把玩具收拾吧。哎呀呀，站长来了，快点收拾啊，不能这么乱啊。关小朋友事情了。嗯。说。说什么？说小朋友的事情。小朋友啥事情啊？嗯，是玩的事情。嗯。